小小，那你就不要闹了好不好？这个事情很严肃的，这个关系到我们，我跟悠悠的契合的。但是我迟早都会跟你表白的，你放心好了。那你也不能这样说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那反正我跟小小是真的回不到过去了，因为你们两个也是姐妹，我觉得也这个事情挺尴尬的。以后，今天也太巧了，碰到在这里，所以说我也不想这样子了。我跟他不联系了，我跟小小，所以说你不要生气了，好吗？这个东西我是拎得清的。小小，你就，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，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不怎么样。你不会还喜欢我吧？聪明啊！啊！我再跟你说几句话呀。什么啊？你说。干嘛啊？最新上了一部电影，我们俩去看吧。阿凡达很好看，阿凡达二。我，又会难过的啊！如果去看电影，我不能跟你去看电影的。不去了吧？干嘛？我那个小小约我看电影，然后我说我不要去啊。我说你会难过的，你不去好不好？你真的要去吗？我不去，我都说了你会难过的。那你如果说要去的话，那你就先把那个28万先还给我呗。我现在没钱啊。那你先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我跟那个又聊会天。我现在没钱的，我不是。房子刚买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怎么还你啊？那你没钱了你，那你好。你也不能说我，而且我没有答应跟小小去看电影啊，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那人家也很希望你跟他看电影、啊。那我知道呀，但是我好马不吃回头草啊，我不跟你说。干嘛？那你心里到底有悠悠还是有我？我，悠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光明。嗯。那既然你真的很心的话，那我走了。好吧，你走吧。干嘛？我谢谢你。